天花级别的演员。天花级别的，是的，还是的，我还牛豆级别的呢。我人一夸说谁谁都这行的天花，我天，那不是天花，那叫天花板，差了一个板。对了，他是我们这行的板子 我是咱们这行的棍子啊，他是我们这行的柜子啊，我是这行箱子。其实他这人很一般，真的没什么事。不是您说清楚了，没法夸你了。不是您这不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对于老师的这种敬仰。您太过奖。两个人说相声最要紧的是一个配合。啊，那倒是。我这句话说完了，不能掉在地上，于老师就得接上。这就是默契。这个节奏很重要。没错。没接住，夸几句话，这话掉下，完了。没观众听着不可乐。对了，于老师接这个最好。我还行吧。举例子说，您说，就如同我有一个盘子。哦。我无论往哪儿扔，嗯，于老师啊，都能给你叼回来。有时候也磕在牙上啊。您这比喻不恰当。什么叫磕在牙上啊？不是，感谢于老师对我的帮助。您过奖。我打小7岁学评书，嗯，9岁学相声，是80年代末又唱了几年的戏。哦，一路走来到现在。过了半辈子了，嗯，回头一想，您对我的帮助太大。不敢这么说。尤其是在我刚学完艺15、16岁的时候，其实是说相声最不好干的时候。那时候是低谷啊。说相声不挣钱，得吃饭呢。对呀，干嘛去了？那会儿很难，找不着方向。我印象中那年是我16岁，哦，刚10几。16岁，为什么我是天津人？啊，一个16岁的孩子从天津到北京，为什么？嗯，很多时候都是一句话的原因。哦，就因为一句话。我邻居有一个叔叔。哦，啊，邻居，我管他叫叔叔，他跟我说的。街坊辈儿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，你在这儿待着没有好下场。哦，到北京去发展吧。就这么句话。专业团体也多，嗯，媒体也多，演员都要去北京，机会多。那个年头管这个名词叫北漂。就飘在北京。我说我不认识人，一个16岁的孩子到北京找谁？嗯，这个叔叔说啊，我认识一个也是说相声年轻人，叫于谦。哦，就是我。就他就提了你，认识我。你上那儿找他一块，小哥几个一块去往前闯一闯。哦，哪怕不成功，等你老了之后，对自己也是一个负责，就不后悔。这天下的事就是这样，是，这就是个缘分。哦，这个叔叔我很尊敬他。啊，您啊，你他。他后来就是于谦老师的岳父。哦，您要这么说，我还真认识。那不，你看我这些年在舞台上经常提到什么于谦的父亲啦，于谦的母亲啦，嗯，我都没提过于谦的岳父。对，还没轮到他呢。不是，因为你台上一说谦哥他爸爸八旗子弟了，嗯，什么蒙古国的海军司令了，是，这都是瞎说，我瞎编的，都是假的，拿起来就敢说。对，但是对他岳父，我一个字儿都没提过，是尊敬，就是这份尊敬，哦，感恩，你看，就是人家当年这一句话，那会儿我最迷茫的时候，就当时提点你了，老头跟我说你要去，哦，你不要再犹豫。是吗？你再犹豫20几，马上就30几了，这辈子耽误。哦，这过得快。哎呀，现在回头一想，人家是我的贵人。哦，嗯，他岳父说，我送你去。哦，他还送你？明天我送你到天津的长途汽车站，希望你进北京闯出一条路来。哦，他要送你上车。我到现在那个画面就在眼前。怎么意思？那是一个夏天。哦，我穿上自以为很规矩的一身衣服。什么叫规矩？白衬衣、蓝裤子、白球鞋。那时候就很规矩哦，嗯，他岳父没有，我穿个大背心啊，大短裤，啊，送站，穿个拖鞋，我就在眼前这个画面啊，背心裤衩啊，他岳父那个背心上还印着一个鳄鱼，那还是个牌子呀。45岁往上的人都会了解，在那个年代，嗯 ，T 恤背心上有一个鳄鱼，代表的身份。对对，那是牌子。人家说那个鳄鱼的头冲哪边，还什么盗版啊、正版呢？啊，对，有这么一说啊。对，他岳父背心上2条鳄鱼。哎，不让人正经，那是吧？你说吧，你说头冲哪边都有，
啊，不要怀疑，那是大裤衩上也印着鳄鱼，全是鳄鱼、啊、鳄鱼、蜥蜴、壁虎、手工，科莫多巨蜥，好家伙，这点两栖动物都让他糟践了。我说您为什么喜欢鳄鱼？是他告诉我什么？鳄鱼这个东西很奇怪。怎么奇怪？不吃不喝能活六个月。哎呦，开膛破肚，内脏取出来，他还能跟那儿爬好几个小时，这厉害了。这个东西，你它是个野生动物，人难道说不该向他学习吗？啊，这点还真是应该。这个话我都记在脑子里，这些年。哦，啊，嗯嗯，到了天津长途车站，哦，那会儿坐长途车怎么那么多人呢？啊，那可不嘛。啊，他岳父说，我就帮你这一次，孩子。怎么？车来了，我带着你往上冲。哦，挤上去。哎，上去你坐车去北京发展。哦，希望来日再相见，你有一个很像样的状态。对你寄予希望。车来了，他岳父往上冲，我在后边，这帮人往上冲。哎呀，人太多了。嗯，把他岳父的裤衩都拽下来。哎。是往上冲呢还是往下拉呢？这个他往上冲，后边不有人拉他吗？哦，哗一下子，反正大家都很尴尬啊，是挺尴尬的。拉他裤衩的也是啊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不穿内裤？没穿内裤啊。哦，没穿裤啊，光着屁股啊。啊，穿一大裤衩。是他岳父也愣了。是，我也不知你要扒我裤衩啊。嗨，好，俩人都没算命就出门了，这玩意儿弄得我还觉得挺不好意思。哦，看他岳父不开心。是啊，我给他买了根雪糕，啊，拜拜火。吃一根雪糕拜拜火吧。是，他吃一根，我吃一根，俩人对着吃，吃雪糕。他岳父一边吃还告诉我，啊，记住了，嗯，看见没，这就叫社会的艰辛。哦，出门在外不会有人顾及你，教育啊，什么互相谦让，估计以后你用不上了。哦，啊，所以记住了，这都是给你上课。好。雪糕这棍儿一扔，是走，干嘛？跟我追刚才那辆车去。人那车走了，还追他干嘛呀？我这不一辆接一辆坐后边的吗？就是啊。不行，为什么？我裤衩在那车上了。哎，好，啊，光着屁股这还叫一半天人呢。追到那个车上，我上去，啊啊，隔着玻璃，嗯，他跟我喊，喊什么？加油，孩子，努力。哦哦，你要成为天下最好的说相声了。嗯，我也要加油成为天津最好的生意人。哦，怎么着？他是做生意的。他那会儿就把铁饭碗的工作辞了，下海了，自己做生意，小商贩。哦，哎呀，言犹在耳，这两句话对我来说很受用。这是鞭策，但是我对不起他老人家。怎么呢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没有成为天下最好的说相声。您也不错，您也很好了。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有的是。哎呀，会有的啊，这会有的，有有有有有有啊，有。哎呀，你比如说郭麒麟啊，哎，对，是啊，我没有做到啊，但是啊，他岳父做到了。怎么他做生意成功了？岳父成为天津最有钱的生意人。那就是说首富啊。嘿呦啊，我了不得。你看你岳父喊你了、哎，没在这儿，没在这儿、啊，好，听见了啊，你们去吧去吧去吧。他喊喊什么呢？他说能去洗手间吗？我说可以啊。嗨，他岳父在天津做生意的人里边，我觉得得排到前列。就真是首富了。他垄断了天津所有做生意的买卖。你就是一说垄断他就厉害了。很厉害很厉害。是吗？我说一个事儿你就知道他岳父多有钱。你说说啊。你看我这么些年来我也没有在台上说过他岳父。对啊，现在该他了。他说啥啊？听不见呢。 啊别着急别着急，一会儿就听不见了。嗯嗯，怎么能听不见呢、啊、这声音感觉、现在怎么样？还听不见啊？听不见别听了，费那劲去了。嗯嗯，哈，这个他岳父，你看我说哪儿都没搅和了，咱们重来啊。嗯，他岳父送我上长途汽车站。从哪儿来呀、啊？让人把裤衩给。现在可以了，这倒回去的太多了。他们说没听见你岳父这裤衩的事。这还，天津要说有钱人啊，那得说是于老师的岳父。那您刚才说了吗？那是，具体怎么有钱啊？举一个例子，您说他岳父不住在天津城里，
这个能代表有钱吗？哎，你说这个人住在天津城里，嗯，趁多少套三居室，哦，那个不叫有钱，啊，因为他有数，能算出来。他岳父住的地方很奇怪，嗯，住在天津的黄崖关，黄崖盘山。可能有人不太熟悉天津啊，这个黄崖关其实是在天津的边上，对啊，出了黄崖关就属于是河北省。是啊，啊，有人去过黄崖关旅游吗？没有哈，那就好办多了啊。啊，蒙人家呀，那就好办了啊。啊，你想黄崖关往西24公里，哦，就是原始森林。还有原始森林呢？对呀，哦，他在原始森林的边上，盖了一个七进的四合院。七进的四合院，我不知道你们谁熟悉啊？啊，四合院这个东西是论进的，一进一进，一个院子算一进，哦，两个院子是两进，嗯，三进的四合院就带后花园了。那就更厉害了。他岳父这个是七进的四合院，你想想啊，七进，对，这已经进了原始森林了吧？这个啊，没有，是吗？后门以外才是原始森林啊，就在边上啊。他岳父每天晚上回黄崖关睡觉，太远了吧？白天在天津城里照顾生意。这多不方便呢，这你看看，大企业家就不在乎这个，是吗？那个说相声的演员一般来说早上10:30起床，对，他们睡懒觉，11点起床。是，但是像他岳父，嗯，凌晨4点起床。4点钟起床？4点就起床，这太早了吧。大企业家自律，哦，时间管理好。那是啊，嗯，4点钟起床，把茶叶拿出来，嗯，做好了开水，先要泡点茶，煮400个茶叶蛋。哎，煮400个茶叶蛋干嘛呀？你看，一会儿吃早饭的客人们就进来了，早点摊儿啊！哎，说这么热闹，摆早点摊儿，垄断了所有做生意的地方，早点摊儿也垄断。对，哦，先煮400个茶叶蛋，是，待会儿呢水都齐了，油温也热了，嗯，给客人炸油条。你说早点还挺丰富，抽空呢再把咸菜切成丝儿，那就是还有粥，再把豆浆给热一热。你看看啊，一直得忙活到凌晨6点钟，啊，得2小时。6点钟赶紧推着自行车出去，嗯，挨家挨户的送牛奶。这事儿也归他管啊。6点半自行车换3轮车。三轮车干嘛？小区里的小朋友们要送到幼儿园去，送小孩上学也是他，也归他管。哦，7点半，嗯，公司打卡，这才算正式上班。8点半啊，开董事会，这公司一听就不小。9点半，嗯，培训新来的员工。哦，还有新人入职。10点半签文件，嗯，你看看。11点钟接见所有的投资方，嗯，哎呦，还有资方呢。12点怎么样？吃早饭。哦，12点吃早饭，忙活一上午没有时间吃早饭。你要不煮那茶叶蛋，没有这事儿。12点吃早饭休息，忙到中午1点钟。啊，1个小时差不多。嗯，啊，一直到1点多，这就开始忙起来了。哦，准备茶水、布鞋、白袜子、腰带、大褂，这要干嘛呀？到小剧场去说相声。这说相声事儿他也干呢，80块钱也得挣。啊，手指头缝里不露钱。那是。哦，2点钟准时开演。对，2点开场。他岳父2:20下场。嗯，这孙子给人开场去了。嗯。2:40，小剧场门口摆个摊儿卖13香。哎呦，这真忙的我，啊，这个出门就唱，很方便。那倒是。3点钟视察自己新开发的楼盘。这身份转换来得及来不及呀？他这个啊，4点钟，嗯，随机挑选2个村子去捐款。
慈善，对，这点钱挣得多不容易，那是有进得有出啊。哦，从那儿出去啊？五点哦，疯了一样的往家里跑，干嘛呀？打开冰柜，把羊肉串拿出来化着。晚上这摊又要出了是吧？六点钟客人就来了啊、哦，都排好队了，不能伤老主，给大家烤串哦。嗯，七点钟准时骂人，骂什么人呢？城管来了。哎，这嗨，哦，这么个骂人。对，嗯，八点半开董事会，他就不怕董事我们看见吗？他摆摊没事啊。哦，九点半推车出去给人家炒面。又来了，炒面、炒饭、炒饼，这都夜宵。哎，嗯，十点半找一个河边跟老太太们跳大舞。这忙成这样，还有这闲心呐？得忙到十二点。哦，夜里头，深夜十二点歇一会儿。哦，掏出手机来刷抖音、看快手，干嘛呀？给女主播刷礼物。真够闲的，我跟你说吧。嗯嗯嗯，这个工作一直得忙到凌晨一点钟。啊，忙活半天。一点的时候把身边所有的人都赶走，干嘛呀？屏蔽左右，不要打扰我，不见外人。凌晨一点啊，要和漂亮的女秘书谈一谈感情问题。还有这环节呢？那当然了。哦，这是凌晨一点的工作。是是，一点十分出去散步，就谈十分钟啊。哦，就跟女秘书聊十分钟是吗？也可以了，累一天了。哦哦，对，我安排多好。对对对对对 啊！两点，快捷酒店门口卖玫瑰花，又恢复工作状态。两点半回黄崖关睡觉，夜里两点半还回去？无论多忙，必须回家睡觉。干嘛呀？这是？四点还得赶回来煮茶叶蛋。哎呀，好家伙的，嗯，不够他挣的。老两口子很恩爱，那倒是。他岳父岳母，哎，一共是四个孩子。对，嗯。这还有功夫生孩子吗？这个好家伙，给女秘书才安排十分钟。不是，不要胡说啊。哦，所以说我是很尊重他岳父的。是吗？哎呀，老头对我很好。哦，送我到北京，认识了谦儿哥，才有日后这一路走来啊。后边的过程我们对，当然谦儿哥对我的帮助也很大，看不到。您客气，您客气。真的真的，到北京之后遇见谦儿哥，我觉得换了一种活法。是吗？因为之前活法跟在那不一样。哦，遇见谦儿哥我才知道人的生活是有品质的。品质。到了北京之后、啊、我就在谦儿哥住的那个胡同租了一间平房。哦，对，我们那时候都住平房啊，天天跟着谦儿哥屁股后边跑。是吗？谦儿哥告诉我，嗯，买烧饼、哦、你到哪家老字号去？哎，那家做的好吃。买牛肉到哪家老字号去？那儿有名啊。买咸菜到哪家老字号？这讲究。咱们才知道，哎呦，人生的活法是不一样的。这就叫品质嘛。你看，包括洗澡，洗澡怎么样？谦儿哥说，必须要去青花池洗澡。嗯、对。这北京的老的澡堂子，清朝末年光绪二十一年的澡堂子，您看看，在那儿洗澡。对，那时候咱不理解啊啊，带着我上这儿来。哦，看这块匾了吗？有匾，三个大字“青花池”，就这么写的。这是清朝末年的匾。对，只有在这儿洗澡，这才是咱们的身份。那真代表身份。于老师脱个一丝不挂，洗澡嘛，我还有点害羞。嗯，您才第一次。谦儿哥说我，脱呀。是啊。不是，谦儿哥，怎么着？咱还没进去呢。啊，门口啊，哦，在门口我就脱了。我们在青花池对面，马路边，马路对过。哎，跟前这马路来回过六趟车，就这么宽，大宽马路。哦，他站这边指着那块匾，你看见了吗？倒门就倒霉了，那眼神好上了。青花池啊，哦，我一看跟着吧。是啊，我给谦儿哥抱着衣服，抱着鞋，我们俩过马路。我就光着，哎呦，特别大气啊！是，别嘚瑟，我就别嘚瑟了。进了青花池，于老师特别的谨慎，谨慎什么呀？仔细观察每一个人。我这看什么呢？担心他们偷拍。我在门口那时候已经上热搜了吧？我上里边担什么心呢？我洗澡的事儿不大啊，说明一个问题，什么？贵族的生活是不一样的。有讲究。你比如到今天啊，您要上后台去，你看说相声的演员啊，捧个茶杯喝茶，唯独于老师他要喝咖啡。啊，
我喜欢这口，我到现在我也喝不惯咖啡。不习惯吗？我老觉着像是板蓝根。嗨，您不爱喝着不好喝，难喝呀。哎，谦儿哥喜欢喝咖啡。对，拿个小杯子，嗯，拿一个那个小勺子，哎，搅和搅和，跟这儿啊，哗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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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小杯子吗？这个啊，跟着喝，嗯，喜欢，爱喝。我还问过他，我说，就喜欢吗？嗯，就喜欢，啊，喜欢喝咖啡。对了，生活的品质，这咖啡好喝，而且怎么着？没有，我让他们看我，啊，这嗨，我就而且于老喝咖啡喝到最后，我觉得有问题了。什么呀？可能我说的不对啊，不知你们谁熟啊？哦，于老师喝咖啡讲究喝手磨咖啡。哎，对了，必须喝手磨的。有这个哈？当然啦，有这个手磨的。您给我解释一下啊？喝咖啡为什么要自己手磨呢？您看，手磨咖啡，哎，自己手磨带着感情在里头。那比如说我去吃早饭，我要跟人一块儿炸油条吗？我跟人一块儿煮包子，啊，跟他忙活鸭血粉丝，我自己弄。那不就是我的摊儿吗？您这叫抬杠，这掺和感情嘛。你看，开始不理解，后来知道，于老师所谓的手磨咖啡是贵族品质。哦，这都上升到贵族了。于老师为了手磨咖啡，凌晨四点半起床。那我比我岳父还晚半个小时呢。四点半，凌晨四点半。哦，于老师还在睡觉。嗯。跟前站着四个管家，这管家是穿西装打领带戴着墨镜，嚯，站着看着于老师，干嘛守灵来了是怎么的？伺候着，啊，等我起床。一会儿看表，四点半。哦，几个人点点头。嗯，我意思时间到了。哦，跟这个才到您跟前来。哦，孙子。对，谁说的？这叫什么称呼啊？这个先生喊先生。好，我这一个字儿都没听清楚，感觉。先生，嗯，四点半了，对，该起床磨咖啡了啊。叫起来磨咖啡，哎，这贵族这才，啊，这贵族也是刚醒，嗯嗯，四个管家在前边，哦，走，带着我，后边跟着这贵族，嗯，哎哎，行行，这贵族就回来吧。啊，没醒呢吗？旁边那个房间就是磨咖啡的地方，还单有一个屋子铺着地毯，嚯，正中间是磨咖啡的机器。哎呀，这磨咖啡的机器什么样？是两块圆形的石头。这两块石头怎么放着呀？上边一扇儿啊，下边一扇儿。啊。您一说扇儿，我就有点明白了。嗯啊，旁边还拖出一个棍儿来。对，没有棍儿怎么扶着呀？哎，嗯，贵族过来扶这棍儿，你看是不是？还迷瞪呢。哎，管家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来一条丝巾，这是什么环节呀？给贵族把眼睛蒙上。哎，这是把贵族偷吃啊。嗯。蒙好了，贵族一回头，嗯，哎，这时候铃铛就响了，应该是啊。后边又过了一个管家，嗯，站，这踹上了，怎么给一脚？贵族开始磨咖啡，这我这是磨咖啡呀，这是一会儿就磨完了啊，有时候还给续上300斤黄豆，哎，这主要是为磨那黄豆。磨完之后，自个儿端着杯啊，啊，拿着小勺，嗯，一和了咖啡，是，啊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哎呀，太没起子了，这个身份谈不到。哎，贵族喝着咖啡，嗯，四个管家还得问，是，于先生，今天您做什么消遣啊？啊，就是玩什么？玩什么？对了，哎，嗯，贵族说了，我说游泳。哦，我喜欢游泳。一说游泳，这四人就忙活起来了。这忙活什么呀？赶紧给你查呀！今天是青岛好呀，大连好啊。哦，棒槌岛、威海是上海边，还是广西？哦，都有您的私人领域，私人海滩。这海边是于老自己的，了不得了。给您查完了，比如今天青岛好，是水温也合适，风速也好。哦哦，都查完了，嗯，给您那儿安排好了。那边说，那边送您上青岛。哎呀，青岛海边都安排好了。安排什么？太阳伞也支上了，哦，沙滩椅摆好了，是各种水果、饮料、茶水。哦，这还站着20个女服务员，
这20个女服务员是专门伺候您的，哦，就在这边等着了，一溜站好了，20个女服务员，毕恭毕敬。哎，打这边贵族就来了，是吗？哎，哦，到这儿贵族给自个儿脱个一丝不挂啊。我怎么到这儿先脱衣裳啊？换上游泳裤衩，好游泳啊？我家里换完了，不完了吗？我私人海域，你还管那个去了？那这20个女服务员是卖票了，是怎么着？花钱雇的伺候你的，伺候也得看呢。人20个女的站一溜啊，贵族一丝不挂啊。哦，你看我说得给人展示一圈吧。哎，行了，我就别亮相了。溜达个哟。也就30来分钟啊，半个小时啊！啊，这20个人也看腻了啊！对对，于老师，哎，这才拿短裤穿上，这扫么大眼的，哎，穿裤衩啊，从上到下只穿一条游泳裤衩。你要游泳可不是吗？没有上衣，没有裤子，没有袜子，没有鞋，光着脚，没有帽子。对了，哎，坐在这儿，先吃点水果，还吃水果？一会儿下海了，肚子不能空啊。哦，吃点青萝卜，啊。白萝卜，哦，胡萝卜是，吃点干炒黄豆，吃点炒黑豆，哦，喝点凉啤酒，还喝酒？那得凉啤酒啊，吃的倍儿饱。是，点根烟。我还游不游泳了？我，我净跟这嘚瑟什么呢？一下水很长时间啊，不抽根烟，有瘾怎么办呢？哦，先抽点。啊。沙滩椅也白摆了，跟着溜达，抽着烟。是，到最后是这4个管家，怎么着？于先生，差不多了吧？行了吗？不是，这个天气，我们这个皮大衣太不挡寒了，冷。冬天呐？对，冬天。嗯，冬天我光着屁股跟这儿玩40多分钟啊！贵族就是不一样。没听说过他冷啊！好好好，游游，赶紧游吧！马上啊！是啊，走下水，下喽吧！啊，这个啊！哎呀，净剩嘚瑟了，没把这茬忘了，这才往海里边走，赶紧吧！一下水，于老师，哎呦啊，上下翻飞，各种的姿势，游得好，游得真好，是吧？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不愉快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刚才下水之前吃的东西太多，就那些杂青萝卜、白萝卜，啊，炒黄豆、炒黑豆、凉啤酒，哦，抽烟又喝了半天凉风，是，到海里上下一翻腾，这肚子就胀，嗯，人肚子一胀之后，他肯定会漏气，嗯，什么叫漏气？最后于老师就漏气，我呀，但是岸上的人是看不清楚的，那我在海里呢，就看于老师那远处啊，啊。哎，还看不清楚呢，这叫看不清楚。好家伙，岸上人纳闷儿，嗯，有鲸鱼啊？什么鲸鱼？看清楚了再说行不行？一会儿海面上落了一层什么呀？小螃蟹、小鱼、小虾。哎呀，整个的没嚼碎的黄豆。好家伙，太恶心了！我上这打窝子来了，我上。哎呀。贵族的品质，这一点都没瞧出来。一路走来，这就是我的偶像，我的榜样。您学这个，哎，不，什么都值得我学习。哦，我那会儿小的时候就想嘛，我如果能像谦儿哥一样，我这辈子就值了。啊，您还真捧我。哎，您比如刚到北京，我不说了吗？啊，我跟他住一个胡同，我住一小平房。是，那会儿人家他们家就住大四合院。四合院。四合院，胡同里边大四合院是他家。哦，还有一个小二楼。那时候我们家住2层，我有时候走到小二楼，我就想，哎呀，我要能住这个就好了。2层楼。后来我还在那儿看见过嫂子，啊，那时候我就结婚了啊。我打那小二楼那儿过啊，嫂子拿一个小竹竿挑那帘子嘛，哦，手一滑，竹竿掉下来了，正打我头上。嗯，哎，这可是个传统的故事了，这个。啊！吓我一跳！啊，什么人？问一问，嫂子也不好意思。哦，大官人。哎，行，什么大官人呢？后来邻居王妈妈叫我去喝茶。这，别往下说了。
哎呀，我就想什么时候我能住上这种房子呀？就是羡慕。当我能住这种房子的时候，谦儿哥已经住别墅了。啊，那越往好了走啊。他住联排别墅。嗯，等我住上联排别墅，他又住了独栋别墅。那就是品质老是这样的，慢慢到今天也是如此。是吗？啊，在中国相声界活得最好的就谦儿哥。谈不到，人家那个家里边的摆设装置，嗯，智能家居，所有些电动电气化家用机器人，嗯，谦儿哥永远是走在我们前面。我喜欢这点小电器什么的。到今天，比如说于老师回家，嗯，于老师开车一进小区，是人刚进小区，嗯，家里所有的家用电器就都活跃起来了。我刚进小区，我们家的电器就有反应。咱们怎么跟人家比？是吧？于老开车一进小区啊，他家那个大门自动的就说话了。说什么呀？欢迎回家。你瞧，于老师回来了，这真智能。你们快着点儿、啊、给谁报信儿呢？不是，这怎么还后边有半句啊？这个就是提醒那些个家居哪些个家居呀、啊？提醒家里的机器人，于老师回来，你们机器人没有机器人，你们快一点，全是人工的。哎啊，于老师到门口了，哦，下了车，是一楼那儿有一个负责接待的机器人，啊，还有一个过来把于老师就搂住了啊，什么搂住于老师，抱住啊，表示欢迎啊，哦，死死的不撒手，是吗？还回头看着楼上，哦、快。没有花钱的，不是，不是，这环节都是我设置的吗？这个，啊，可不都是你设置的呗，是吧？啊，于老师，撒手撒手，对，半天，于老师正位开了，这是我正的吧？噔噔噔噔噔，往楼上跑。哦，啊，到门口看着门，是，往常一看这门就开了，那这是有扫描啊？今儿看半天没开，没开，因为你今天眼睛有点发红，啊、哦，熬夜熬的，不行啊，是吗？不开门，哦，脸上还有粉刺，还上火。牙上有韭菜，这吃的怂，手指头上还爆皮儿，我就这样就别出门了，行不行啊？等着吧，啊，先把自己的鞋脱了，啊，到门口换上拖鞋，是，又等了十分钟，啊，门开了，你瞧我还得按门管着，啊，啊，可以进来了，我到谁家了我？门主动说可以进来了，哦，于老师进来把门带上，是，这屋看那屋看啊，我是得找找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看这个玩意儿哈，嗯，多棒，啊，行，没事吧，坐那儿吧，啊，坐那儿，于老师换袜子，啊，到家了吗，把袜子一脱，一脱袜子，怎么样？你看你们家那个，嗯，电动的那个窗帘是，这是你换袜子了，他自己关上了。你看你脱袜子，隐私，他知道要换衣服，窗帘关上，对对对，啊，于老师脱吧，在家了，哎，脱个一丝不挂，换衣服。啊，刚脱完，你看那窗帘啊，合着我就是脚不让人看，是吗？其他看哪儿都成。哎，啊，哎，哗，帘打开了，然后灯光通明啊，屋里头啊，那看得更清楚了。你看，一点都不担心，我还不担心，因为你这个落地窗的好处就是，嗯，一面是镜子，一面是玻璃。啊，这我知道。这种设置有，哎哎，对对对，你看一面镜子一面玻璃，没错啊啊。于老师过去挤着粉刺、啊、对，哪面是镜子呀？哦，合着我看不见外边，外边随便看我是吗？自个儿在家啊无所谓，哎，我在家无所谓，洗个澡吧，啊，哎，躺进去，是浴池里边浴缸里边都很好、哦、怎么，哎，人一进去然后自动的投香料啊，香料就是洗澡的沐浴那些东西啊，那叫香料啊，鸡蛋啊，嗯、啊、西红柿、香菜、葱段，哎呦，盐、酱油、香油，拿我倒吊汤似的啊，瞬间水温120度，开了。于老师说热，可不是热吗？屋里边那机器人又过来了，他来给于老师抱起来，哦，高科技，嗯，抱起来，是抖楞抖楞，对，别身上沾上鸡蛋，嗯嗯嗯。拖着出来要送您上医院检查去，怕烫坏了，烫坏了，对，到门口这门开了，机器人拖着您出来到楼道、嗯、到楼梯口、嗯、去你的，扔出去了，我招他惹他了，我这个机器人不能下楼，那你抱着我出门，楼下有一个机器人啊，他干嘛呀？就是你回来搂着你那个啊，对，碎孙子就是这个啊，对对，他在楼下是负责接您的、
啊，这设计的巧妙，你说有环节。哎，这个先给您扔下去。嗯嗯嗯。回过头来，他帮您收拾楼道。哦，把您的鞋放好。是。垃圾袋放好。嗯。哟，地上还有一双大皮鞋。哟，嗯。电脑一扫描，是这个鞋不是于老师的。啊？机器人那手就变成菜刀了。这是。咔咔咔咔咔咔咔。啊！切碎了。嚯！打包，按垃圾处理。哦，这孙子管销赃的，这哎呀，收拾嘛，啊啊啊！收拾完了，这机器人上楼了。哦，您已经在楼下了。啊，他给我扔下去。对呀、啊，咵扔您。对啊，底下那机器人等着您呢。他得接着啊。怎么意思？你看掉地下了，没接着啊，没接着。啊、这机器人也愣了。是啊。哎哎，就别翻包袱了，就。哎，行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过去给您搂起来。哦。啊。打背后，那他得机器人在于老师的背后哦，搂着于老师的两条腿啊。你先等一会儿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琢磨琢磨这姿势。好的，好的，嗯嗯。我摔下去了。对，机器人打背后，对，搂着我两条腿，对，给你分开这样，嗯、把我撒尿呢？这是，这什么姿势啊？这是，咵啊，给于老师抱在怀里啊，送你上医院，就这样上医院呢？要穿过15条主干道。医院还挺远，得有1小时45分钟，就这么跑啊？这一路上，于老师越尽了人间的繁华，不是，那是人间越尽了我的繁华。哎，谁越谁繁华呀、啊？到医院了啊！您去的医院都是最了不起的那种高科技的医院，有智能吗？这大夫也都是机器人啊。都是啊，给于老师放好了哦，选择医生吧。哦，选择医生都是机器人的。选择什么呀？你是选老北京风格的，还是英国伦敦风格的？哦，那我北京人，选北京的。来来，一说选北京的、嗯，北京风格机器人医生进门了。哎，来吧，来了您呢。嚯、哦，这位爷哪儿不舒服您呢？别、啊、害怕，都有我们呢啊、哎！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闲着，嘿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嗯，太贫了，这个于老师说这不行，太不行了，接受不了，换点吧，来个英国伦敦风格的，要个绅士的。这个机器人再进来，穿西装打领带，小墨镜，戴着一个礼帽，这就对了。再进来，风度翩翩，说什么？来了您呢？嗯，这位爷，您哪里不舒服？哦，不用担心，都有我们呢。啊，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啊、合着就是味儿变了，是吗？一个字儿都没变，接受不了，滚出去！啊，赶紧吧，换一个缅甸风格的医生，还有缅甸的。一会儿缅甸风格医生进来给您检查，哦、是上下一检查，说这烫伤不成问题啊，没来得及烫伤，捞起来的及时，那就好。但是通过刚才一检查，发现您肾有问题，哦，检查出毛病来啊，得给您处理一下，那赶紧治，咔一下子，怎么样？把您的肾就取下来了，哎，切了！你早说，缅甸医生手快。你看，就要不他不说话呢？对呀、啊，这咔啊，拖着您这肾就出去了，上外边5分钟回来干嘛？拖着40万、嗯。我上这儿卖肾来了。于老师高兴了啊！我有40万了，我就看着这。我要去逛商场啊，买东西。我要去挥霍消费。于老师背着40万奔商场，好高兴进商场、嗯。我要买一瓶眼药水，干嘛？你眼睛发红吗？啊，治一治。我买个粉刺针，嗯。K 粉刺哦，我买个牙签踢韭菜，你看看，我买个小锉刀锉我这手啊，这是我待会儿还要买条裤衩干嘛呀？因为光着呢现在啊，我才光着呢，嗯，我待会儿还要买鸡蛋啊，西红柿，我还要买香菜回家做汤，这倒不用，浴池里都有，嗯嗯，你回头哎，嗯，这个好呀，怎么？卖按摩椅的哦，我喜欢这个，人写着了，是对肾有帮助，这个对我有补益。哎，于老师坐上面啊，坐上1分钟，人给推起来了。怎么呢？没有肾，哎嗨，白费劲了。一回头看见我了，哦，我们哥俩在商场遇见了。您在了，谦哥您好啊。哎，德刚你来了啊，您买什么呀？对，我就随便，我有40万，准备把它挥霍了。是是是。哦，您请您请。好，德刚，你买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我呀、嗯，买双皮鞋、啊，我那个鞋丢了。我去你的！你又有了一份新工作，什么工作？一个跨国的出版集团的子公司做副总经理，还真绕得慌。这跨国公司是什么呀？花花公子。
嘿，那我这子公司呢？花花孙子。哎，我怎么降辈儿了？哎呀，你当副总你还在乎这个？哦，当副总的时候，你又一次遇见了苍井空小姐，这就是缘分。你决定向她求婚。我早就应该说，于老师买一大钻戒，嘿，要这么递过去啊，流于俗套，不太浪漫。想了个办法，怎么办？你买了20张发面的大饼。发面饼，北方的老太太愿意在家里烙饼吃，哦，尤其愿意烙发面的饼。发面饼这么厚啊，一张饼这么大，就是锅盔。哎，20张，是拿过其中的一张来，把这钻戒拧进去，搁在饼里头。20张饼装在麻袋里，背好了，拉着苍井空两个人出去春游。我带着他出去玩去。站在山坡上一抖了这麻袋，去你地，这是满山遍野都是饼，我把饼撒在山上了。于老师拿手一指，那个哦，苍小姐就跑过去了。干嘛呀？捡起饼来，咔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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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就吃掉了。哦，那个嗯，他又过去了啊。简短截说，吃到最后一张最后一口的时候啊，这是钻戒。这苍井空有点太背了，我觉得最后一张20张饼都吃完了才吃出来啊。于老师接过钻戒准备求婚，该仪式感很强啊。我怎么办？双膝跪地啊，叫双膝跪地，我认干妈来了。我说那怎么说？单膝跪地。单膝跪地啊，递过戒指，是苍小姐接过来戴好啊，接受了你的爱情。好极了，电影结束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您这剧本苍井空能接吗？这个啊，给了那么多粮食应该差不多。哎呀，苍井空为了饼来的是吗？电影一上映票房大卖，就是火了。但是你们电影厂厂长很为难。为什么难啊？手里有一个3级演员的名额。哦，是给于谦还是给苍井空？给谁不给谁，不就他一句话吗？他决定吗？到这会儿跟艺术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叫人力可为，大概其能。人力不可为是另一回事儿，不可为又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比如说，咱俩人参加武术比赛，哦，练家子，咱们是俩武术家，可以啊，没有任何黑幕，单凭能耐咱俩比赛就是打。我擅长使用青龙偃月刀，就耍大刀。你的特长是指甲刀啊？我嗯，指甲刀，在没有任何黑幕的情况下，这还要什么黑幕啊？这个，咱俩人大战3000回合。哎呦，你猜会怎么样？我还猜什么？那我肯定成馅儿了，我就。这就是人力不可为，啊！你比如说，咱俩跑，从这儿跑到墙根那儿，那可以，我跑了7秒，行，你跑了14天。哎，嗯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肯定是轮椅坏了，我这个。我跑那儿跑14天，这都属于是人力不可为。哦，你包括说今天现场这种演出，这种商演啊，这都是人力不可为，是不是商演？你说咱们过来慰问来，好办啊。哦，找一小区啊，找一什么单位，嗯，在你们单位找一大屋子，摆上40把椅子，叫点人来听相声，嗯，也不用给钱，好安排，这没问题。这个就不一样了，体育馆楼上楼下。啊，坐这么些个人，好几千啊！你观众是最聪明的了，是你让人家真金白银的买票，那就来不得半点虚假。对了，跟观众打交道，你打算骗他，他就准备害你。是啊，这相辅相成的。嗯，所以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就在这儿了。哦，再次谢谢各位，让您破费了啊！得嘞，谢谢。您的票钱我们拿回去养家糊口，就指着这个。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，可不是，这钱拿回去给父母给孩子上学，嗯，给我媳妇儿，给他媳妇儿，嗯，我媳妇儿不用，我媳妇儿我给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拿着吧。谁跟你客气了？这就是我给。哎呀，不差这回，没听说过。所以说这个就属于是人力的不可为。是是，他来不得虚假呀，能明白啊？把这个弄清楚了，一个好演员还要有深厚的基本功。哎，基功很重要。我们说相声有4门功课，叫坑蒙拐骗。哎，这谁说的？说学逗唱，脱鞋上炕，脱鞋上炕啊？什么上？说学逗上炕就唱？嗯，没听说。没有哈？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。对，
嘴里得干净，那是基础，每一个字儿要送到观众的耳朵里清清楚楚。对，我们哥俩演过最多的一场是某一年在大连，对，他有一个踢足球的体育场，您讲体育场有将近10万人，是活受罪啊，各位啊，没法演，头一排观众离着我得有2站地，太远了，看不见呐，黑压压。因为这个声音它很有意思，我不知哪位您是声音方面的专家啊？啊，我们俩说相声，这个话出了我的嘴，通过话筒打音箱出来，进到您的耳朵。嗯，它有一个过程。是，而且关键进了您的耳朵之后，这声音还会出来。对，它会传给我。这个声音在回来的路上，我的第二句话已经出去了。哦，明白这意思吧？这太远了。哎，这第二句话打音箱里边出来，会追上我前边头一句话。嘿呀，这时候我第三句话已经出来了，多乱嘛！就这三种声音在空中就打起来了。哎呀，观众听见是一个声音，嗯，我听见是三种声音，我嘴里还得说着话，旁边还有他跟着搅和。这什么叫搅和呀？所以我这脑子得特别清楚，得分辨哪句是我的，哪句是刚才的。太累了。演完之后我就跟于谦说，我说咱哥俩给多少钱咱也不演这个了，这不适合，必须那屋子得有一房盖得有底儿，没有房顶子咱不演了。哦，你后来比如在上海梅奔，梅赛德斯，他那个体育场能坐2万多人，对，就好多了啊。再后来呢，比如北京五棵松我没演过，那是1万多，1万5，对啊，剩下基本上来说呢，嗯，做演出是5000左右起步。哦，有的体育馆大一点，8000、9000、1万多点，是有的小馆4000-5000人，对，就好一点了。哎，就是不管坐在哪儿，得让人听明白了，这也是基功，说很重要。对，学说话，学表演，学动作，学唱，都得学。逗指的是包袱，哎，乐笑料，好相声得有笑料。是你观众坐一晚上，这俩人跟这儿汤汤汤汤汤，人一个笑料都没有，不合适。哎，没，不叫相声，唱相声演员的唱叫太平歌词啊。哦，除了太平歌词，嗯，大伙儿都熟悉，看见了吗？南京观众很热情，是南京是相声发源地啊。啊，南京相声发源地，对呀，您太会捧了吧？您京剧啊、秦腔、意大利歌剧都是南京发源地。好家伙，嗯，很好啊，很好，这个我很愿意在这种地方演出啊。嗯，这个南京市秦腔越剧院还有吗？没有了。那唱几句太平歌词吧啊。好，唱啊，唱一什么呀？你看，真有明白人。是我刚说唱一个太平歌词，那是好几个。叫小飞。嗯，啊，太平歌词是另一回事，看看有没有能说出来的啊。嗯。啊啊啊！哎呦啊！我说单刀会，有时候喊单刀会的，你看，嗯，还是有明白人啊。对，那说单刀会，对，那个保安给那人弄出去，弄出去了，不是有内行不好骗。好啊，好几位朋友都喊了单刀会了。对，我给你们唱一个骷髅叹。嗯，哎，您这人什么脾气？这是？你看，你让他猜着了，下次他就不买票了。行了，庄公打马下山来。哎，瞧见了骷髅倒卧在尘埃，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，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，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儿，那半边儿红来半边儿白，红丸儿指的是男儿汉，薄腰粒儿指的是女裙钗，用金簪敲压关，关下了腰骷髅骨，得命他站起了身来，伸手拉住了高头的马，叫了声先生你听个明白，怎不见金鞍玉尘我那逍遥马，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英孩，
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，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。庄子修闻听长叹气，那小人得命他又要私财。好，这是太平歌词，骷髅叹。哎哎，再来一个，还是这个。嗯，除了这个之外再唱别的都在说学逗唱的学里边。哦，你看这些年其实德云社唱了很多，包括小曲小调，是啊，什么张云雷他们唱的什么清水河了，嗯啊，什么这个休喜红啊，找花台啊，都是哎，这些小曲儿，这都是我们挖掘整理，其实大部分都是我们小时候学的啊。那时候小，小的时候老师啊先生们呐、啊，真是您必须得学，再不学这东西就失传了。是我们自己也得努力，也得喜欢，谁会就找谁。哦，我印象很深，我小的时候胡同里边有一个，嗯，有一个姚大爷。哦，姓姚。那个大爷姓姚啊，他就喜欢唱这个。哦，我老找他去跟人学啊。你教我一段吧。嘿嘿，还给人家干活。你这小孩能干什么活？讨好他嘛。啊，姚大爷抽那种旱烟。哦，哎，我帮他弄烟叶，好，给他点烟啊。您抽一根，抽完了您教我，讨好。姚大爷喜欢我是吗？抽完就教你啊。嗯、哦、还真能教、啊、这烟瘾有点大呀。这个你别说，这还真得赶紧学，你知道吗？怎么着，教不教啊？到底教教教啊。小孩学这个听得懂吗？问你呢。啊，听得懂，听得懂。真说，这都是古代的故事啊，唱的这些小曲儿啊，这传统文化吗？我教你一个跟屈原有关系的小曲儿吧。回上来就是屈原呐。屈原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其实不知道。那怎么说呢？那也得，我知道啊，愣说，怕人不教啊。哦，还知道屈原呢。对了。这根烟有多长啊？这根烟，屈原呐、啊，这个是个诗人，也是个政治家。说的是啊，自己的志向没有得到施展。哦，在五月端午这天，怀抱着石头沉入汨罗江自尽了。这是历史。后来咱们吃粽子，对，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啊，这就民俗了、嗯。教你这段啊，来吧。咱们以后换点带嘴儿的行不行啊？教您这个啊、嗯、啊，屈原啊，五月里啊，是乌呀嘛五月里呀、啊，月儿照花台，虎亭门外有人叫乖乖哎哎，原来是我的情歌来，情歌你走过来呀，情歌你走过来，前门有人你要从后门来，叫不你要请情的脉，你到哪里去吃酒啊？啊，哪里去打牌？哪里贪恋人家的女裙钗？倒叫小奴挂在心怀。哎哎哎哎，这个屈原呢？哪儿有屈原呢？这里边，这听半天也没听出屈原来呀、啊。那老头教了我很多，是吗？哎呀，高兴！哎，姚大爷，我学会了，还有吗？啊，我今天教你一段好的，要唱还没唱呢。啊，警察叔叔就来了，哟，把姚大爷请走了，让人举报了，那叫请走啊。十天后放回来，啊，那拘留。哎呀，姚大爷您回来了，真亲，躲开我这儿。
急了，都是你这个孩子连累我。怎么呢？不是姚大爷，你闭嘴，不让叫。谁姓姚？不姓姚吗？于，于大爷，于谦是我儿子，你不知道？我就没听说过，又搁我身上了。于大爷，我要学一个正能量的小曲儿，有没有？有吗？你看你早说呀。有啊，我就会一段。那唱啊！你听我这个，来，混沌初分，天地不开，才引出朗朗乾坤，花花世界来。哎呀，都说是英雄造时势啊，苍天也不睁眼就把这个英雄埋。好可叹人生在世几十载，倒不如抽烟喝酒把头烫起来。这唱我的。